长在泥土下面的。可是它不像蚯蚓哎。它长在泥土了。那你懂你去哪里找到它的？怎么它会大便呢？你也会大便啊？和池塘。大便是湿湿的，干给吹干了的时候就是干了的。拿个瓶子装起来，我怕是牛蛆吃血那种。刚刚在那个铁门，嗯，我看到它，我把它抓上来，它、嗯、就发大便，尖尖的。这只是什么来的？我只想蚯蚓哦，我看来看去不像蚯蚓哦，是不是我们叫牛蛆哦？吃细血的是不是这种啊？怎么来的？我只想做只蚯蚓送我啊，但是扁的、硬硬的，这条什么来的？我真的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。我的傻儿子拿来送给我，他跟我说：“妈咪妈咪，我捡到一只大蚯蚓啊！”哇，开心爽一下，我跟他讲：“不用紧不用紧，丢去我香菜那边。”啊，你看你看，是不是很大只？他求赞吧，求疼，求称赞。结果我想这只好像是细血的嘞，哪里像蚯蚓哦？蚯蚓像的咩？你看。然后我就装在瓶子里面。